的下部分我就要讲，那么这种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讲中国目前的制度优势是冲着一个目标而探索出来的，这个制度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制度也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原因是什么？是1840年之后造成的，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整个民族憋了一口气，憋了什么气呢？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泱泱大国，地大物博，在世界上有崇高地位。1840年之后，中华民族被打趴在地上了，那么整个中华民族的精英都在想着一个事儿：怎么被打趴了，怎么能够站起来。中国人被打趴了到站起来用了109年的时间，到富起来又用了70年的时间。正是中国人憋了一口气开始探索这个制度，牺牲了很多很多人。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个人是梁启超。那么梁启超这个时候提出来一个原因，1840年之后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把我们的香港拿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又把我们的澳门给拿走，这不到20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世界上最好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给烧了，那些宝贝都让他们给抢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日本甲午海战1894年，日本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小兄弟，我们中国人，日本向中国的学习，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当老师当了快小1000年了，结果这个学生打老师大不敬，看到自己老师年龄大了，像老子一样一把胡子老了，就开始他年轻力壮就打自己老师。1894年中国人憋了一口气，为啥中国人知道今天说日本的时候都要小日本？为啥还前面带个小？因为他的确小，他又打老师，结果把台湾又给掏。1894年，台湾又给拿走。又没过几年，5-6年，1900年，8个国家联合起来给我打中国。这次打中国，8国联军真是坏极了，缺德缺极了。当时中国人是4亿5000万人，4亿5000万人，8国联军才来了5万人，4亿5000万人打不过5万人。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干的傻事儿啊！结果这8国联军缺德，让每一个中国人赔他1两白银，从刚出生的小孩一直到老人，彻底把中国打趴下来，再踏上一只脚。这1900年，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梁启超提出来要民族复兴啊，憋了一口气。
那么孙中山呢是第二个提出来的中华民族复兴啊，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就是在这么一种时候憋了一口气，一口恶气，组建了中国共产党。21年，明年是100年，他的整个制度是这样来设计的，就谁能把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任务完成，来设计制度，来选择制度。那么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咱们当前所看到的这个制度，让中国人站了起来。以前的制度的选择都没有站起来，谁知是历史在选择的。我是学历史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你不能假设一个事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931年，日本又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如果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制度好，日本能打过来吗？那么已经证明过。那么中国共产党1949年站起来了，1949年之后，是不是发生了日本又占领中国、侵略中国？没有啊，美国也没有啊。是这个历史选择了这个制度，可不是哪个人，历史不能假设。所以当年正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激励了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分子到了延安，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对日作战。红军长征啊，它是这么一个原因造成的。那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应该感谢一个人，应该感谢这个翻译的作家，叫梅毅的老师。他十几年前刚去世，90岁，2003年去世的，是广东潮州人。我们要好好记住这位老人家梅毅。那么这本著作让我们知道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么梅毅老师呢，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总编和社长。我建议广东的朋友，尤其是广东潮州市的朋友，如果你看到了这一集，能不能给我们的梅毅先生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纪念馆呢？正是因为这么一本著作，让我们今天在武汉疫情的时候去认真思考中国制度优势的历史选择性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可不是一般的。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你才能会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个制度所产生的那种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那么这个制度它洋溢着什么呢？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大家通过这个武汉疫情，你会看到这个制度的优势是不是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状态，是不是压倒一切敌人不为任何困难所屈服的这种英雄气概。正是这么一种制度，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确认了200100年的目标。那么中华民族呢，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用了70年，从富起来到下一个强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制度优势，中国再次会陷入
动荡不安，一盘散沙。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的使命不可能完成。所以我说，我讲了这一段以后，是大家就会自觉的去理解这个制度的优势。那么武汉疫情是我们对这个制度的优势有一个理性的判断。观众朋友，如果你要想在中国好好发展，要想随着中国制度航船走向伟大复兴，你必须认真的理解这个制度的优势。如果你不理解，你去国外去吧，你不要在这待，你也干不成，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干的。那么下面呢，我要讲第五集。那么这个制度的选择是怎么一步步选出来这么一个制度呢？